这个即将强盛起来的民族不再受列强的侵略和掠夺，不再做任何人的奴隶。革命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在任何人的心里，永远不再惧怕列强，都不再有封建皇权，是全国之人无一平等，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东方。这就是